带半吨买衣服，结果让他挑中个套装。不是，你看这个 JK 的，这 JK 看了一下价格，哎，还挺便宜。嗯，这拿了。真的吗，主任？这真的假的？拿了呀。可是你工资不是都快花光了吗？我们下月吃啥呀？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叫“大饱眼福”吗？我看你穿我就饱了，快去拿着吧，穿着换上，今天就穿这个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去了啊！快去吧。哎，半吨，你带纸没有？我上厕所。喂，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商场啊，这。今天有刀很奇怪吗？你怎么在前面掏啊？那不然在后面掏吗？不，你别！哎呀，这公共场合啊。你够不？我还有。不，你还有啥呀？我还有纸巾、iPad、水杯、围巾。雨伞，你哆啦 A 梦啊你！这不是没啥都能变不是，那你这个你这里面有多深呢？啊，我看看。你干嘛，主任？啊，不是，我看你这里面有多深，多大？我看能装东西吗？我看。你干嘛呀，主任？不是，你突然让我看看。不行。哎，别走啊你！板段，你洗完澡了吗？啊，没事儿。好，那他洗。